迪朱因那一台重写魔性三振舞，大巨蛋应援到一半竟然哭了。台韩三十二壮会不会太像？韩职奇亚虎啦啦队27号韩富邦 Angel 在大巨蛋进行交流，奇亚虎也带来原汁原味的韩式应援。中刚满20岁的李柱英以三振舞影片爆红，在台湾人气也超高。화장을하다가이렇게찍게된영상이이렇게돼서정말당황스럽기도한데많이팬들팬분들이많이생겨서너무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있어요台韩两队女孩们一字排开打条三振舞，让观众们都要恋爱了。不过朱茵在球场内却被粉丝捉拍到疑似哭哭了。高飞球最终遭到一些杀出局，杀出局也结束了韩家二局下半局中留下一二两个残垒，目前两队依然是0-0战成平手。那这边感谢我们辛苦带动的所有运动团的成员。这段影片掀起网友热烈讨论，也许是太开心哭了，想不到在台湾人气那么的旺，应该在韩国没见过这么热情的粉丝，来台湾觉得备受宠哭了。也有网友持相反意见，在韩国球赛只要跳几次三振舞，来台湾跳了一整年的量，所以是三振舞跳不完想哭，就是动作不熟一直跳错，最后不好意思笑了而已。欢迎来到大巨蛋。